Lucas, tão. Gente. Tão.终于，他不是说要泡两三个小时？你说不是说我们要做这个吗？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卖掉，要吗？那你就你，就把它卖。如果我们有初夏系列，这个是就可以自己把它卖掉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想法？因为我开的这个就卖不掉了，是吧？如果我没有，你要卖多少？我怎么知道？卖个八折啊！啊，完全没用，全新的还八折？全新不然要一顶二折吗？这种又没有用过，又没有干嘛，还打折啊？打十顶二折好了，全新没用过，这盒子已经凹陷了。哦，怎么样？买原价，原价是多少？没差，我可以慢慢看。它制造日期是两年前的耶。这种没有期限吧？制造有效期限五年呐、啊。它要过期了，所以我们要在三年之内把六个用完，应该是没问题啊。只是如果我们有那个除下型的，是不是这个就不需要了？看你喜欢它喝它过滤出来的味道的水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。烂的水过滤出来还是烂的水啊，只是把比较烂的成分过滤掉而已，但水本身是烂的，那怎么可能？那可能你全世界都没有好的水吧？你本质它那个矿物质就，而且它的自来水已经是很脏的，对呀、啊，你还嫌它烂，那你就没什么水可以喝了。没有嫌它烂啊，是嫌它太好了，所以加了这个不会变更好、啊。很美啊，美呀，美要干嘛？变美啊？不会，听他在那里瞎掰，你也相信？好，那我先把地沟放进。噔噔噔。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机器说会滤芯时间到会亮灯，其实它只是计时器吧。因为那个滤芯放上去，它根本也没有什么那个感测东西呀、啊。那、啊、你就按一下，它就继续又可以用了、啊。是吧？应该是机器上面会有。没有，你再按一下，又可以继续用。Okay, 就是哦，一个月时间到，它就亮灯，告诉你要换新的。对啊，所以 OK 的。美工刀，因为哪有那么厉害？那个里面它，难道它是无线可以侦测吗？哇，难怪那么贵。他把它拆开来，然后再把它贴回去，然后我现在要再把它拆开来。是 BWT 呢。桌上型顺热饮净饮机，顺热净饮机，清净饮水机，就是净然后饮水机，净热温烧水机，它是 made in
对啊，Made in China。那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水槽啊，神奇水槽，没了。公分而已吧，1公尺吗？1公尺，这太短了，什么？他要用延长线，那你还要去伸一条延长线？那你不是有一条延长线？你上次拿出来的。是三孔的、欸。那个不是三孔的吗？延长线在哪里？在那个里面呢、啊，打开。你上次不是有拿出来用过？那边也不够长啊，那你还要再找一个排插？为什么会不够长、啊？这怎么够长、啊？我做延长线从那边拉到桌上，不够长、啊，桌上就可以了。不够长，你试试看。怎么够长？哇，这墙壁被你搞成这样子、啊，放桌上。怎么放桌上？这样会拍到啊。够长吗？